中韶涵近期重启因疫情停摆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然而近日他无预警透露15年爱犬离世的消息。张韶涵在文中感谢爱犬陪伴他15年，但该来的还是会来，也不得不去面对。他更表示，爱犬在13日深圳演唱会前离世，让他可以陪伴爱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，就像人一样那么有灵性。最后也感性写下：若有来世，愿还能再幸福的跟你当家人。我愿是你爱过的唯一，永远在你心里。许多粉丝看了纷纷涌入为他加油打气，有缘一定会再相遇的。他很幸运有你，会变成守护你的天使。Bye.